200块钱让我亲一口。500。我就是看你太长时间没亲嘴了，我想帮帮你。啊，没别的意思呗？没有别的意思。来吧。啊。300行不行？那咋？这玩意儿还得讲价的。你饿不饿？我饿呀。咱俩吃饭你花钱呢？你花。所以。行。200呗。你没完没了了是不是？不是，就你吃饭，那车不吃饭呢？不得给车加油啊？加100块钱油。够了，够吃一顿的了。行，来。那100块钱得了。我不要了，行不行？来。我就是拿你那来砍价，我给你闺蜜想买件衣服，我走了啊，谢谢你哦。